为了让黎明教养院的院生都能够走出户外街头来采购，全联祥庆慈善事业基金会就号召花莲市内各家福利中心的店经理当起一日志工，穿上了背心，推起了轮椅，让行动不便的院生们在中秋节的前夕也能够感受到过节的快乐，尽情享受购物的乐趣。企业志工穿上背心，推着坐在轮椅上的黎明院生，穿梭在超市当中仔细挑选商品，让难得可以出来采购的他们都止不住心中的喜悦。我很喜欢，很开心，很开心啊！要谢谢他们啊，没有他们，我们怎么有出来？这是全联庆祥慈善事业基金会所发起的一日志工活动，总共6位志工，一人服务一位院生，而他们全都是来自花莲市内全联福利中心的店经理，以自发性响应当起一日志工行列，希望让黎明教养院当中行动不便的院生，在中秋节前夕也能有机会出外走走，享受购物乐趣。因为我们平常就有合作一个物资银行的专案，那主要是希望说，借由全联在地的服务，然后也可以让这些心智障碍的大小朋友可以一起享受过节的快乐，然后也可以借由我们志工的陪伴，然后享受购物的乐趣，也可以买到他们生活的必需。而对于黎明教养院来说，平时志工人手就稍显不足，这次有机会可以带着院生来逛超市，也是相当难得。每一次要出来，其实需要很多的志工，因为一台轮椅上一定需要一位志工的帮忙。那我们在这方面的需求，相对的就是比较弱。要出来也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所以我们都要分批出来。然后真的这次很谢谢全联哈，给我们这个机会，让我们的轮椅生，让我们的这些很久没有出来的，然后利用这一次的机会，因为有他们的帮忙，所以我们可以出来逛得很开心这样子。院生们手上拿着战利品，表情看起来都好开心，难得出门一趟，每个人都是收获满满。而黎明教养院目前也面临人手不足的问题，希望有更多人能够加入他们的志工行列，为弱势族群尽一份心力。你喜欢逛街？对，我喜欢逛街，逛街都是我的乐趣。记者徐立勤，花莲市报道。